开心去野餐，被车撞反死。啊！梁思荣报道，谁破坏他们的野餐？就是他。让我们看看什么事发生。Oh, I see. 全家人命被他撞死。唉。然而你憎他，想要他死都不好选择那日。他们都非常开心去野餐，那就死了。那阵有位仁兄大叫 So bad. 真是不知他攞景定点。在最后都是句。希望呢啲事情少啲发生。